我说想看我抱深枪大炮头，据说会给我很多双击。今天我准备了一只十斤的老铁双击。天哪，鲜活的，我尝试一下。那个吃先吃条腿，不敢吃双击不要了，来两个小辣人，如果都有大米请您赏我个双击，谢谢。双爆，大米老铁，一定要给我双击！站起红腰，看到了吗？天天要双击，我都不好意思要了。今天啥也不要，再要咱家老铁就烦了。大肉。喜欢吃肉的老铁，不要不要，忘了。老铁说就想看我吃大爆头，只要我肯爆，都会给我双击，是真的吗？反正我信了，必须红油味的。卖相不太好看，味道还行。如果此视频能收到3000个双击，我一定会激动的三天三夜睡不着觉。这样吃是不是没有双击啊，老铁？最近睡多了，让我失个眠吧，老铁。红星像不像一张大鱼王？超大八爪鱼，这个是八斤的，今天给八爪鱼去个牙齿，离近一点。哇啊，挤不出来怎么办？天哪！哇哇，怎么办？终于挤掉了，老铁，双击！海参必须是爆辣的才更有营养。其实我是骗人的，不加辣没有双击呀，我也不想吃辣。双击。必须是吸出来的才香啊，吸出来的双击也多。这虾尾太坑爹了，才吸了5次就剩这一点了。哎，加点调料吧。夜明珠，看到没有？如果这个也有夜明珠，请您赏我个双击，行不行？猜猜它有没有？也有夜明珠，老铁。
给夜明珠来个双击。椰子螺，5斤一个的，淋点小红油，快尝尝。长得好像豹纹一样的椰子螺，哇，这大肉！啥味儿？没啥味道。怪怪的，不太好吃老铁。生姜泥螺该怎么吃？必须是爆辣版的，因为不加辣太腥了。搅拌一下，来一口，不知道说了实话，老铁是不是不给我双击了？真的比较腥。来一个开花豹，祝所有看到此视频的老铁年年有钱花。哥们儿，你说他们会不会给我双击？嗯，起来给我要个双击。妈妈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你要了。没墨啊。来一把棒棒糖，这是八爪鱼的蛋蛋，它的大米跟棒棒糖像不像？喜欢吃棒棒糖的老铁对着棒棒糖来两下。一点都不甜，如果再甜一点更好吃。双击双击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啃不出来它。今天再掏不出来，老铁一个双击也不要，就剩这一点儿。天哪！哇，双击老铁终于出来了，大哥，断了，大哥你太不给面了，大哥。辣油三文鱼，刚炸的新辣椒油，特别香。想不想来一口？就是不够辣。喜欢吃辣的又喜欢吃肉的老铁对着大肉猛戳两下。老铁都说我不够拼，所以才不给我双击，非要让我挑战一个嘴开海胆。为了你们的双击，豁出去了。哼个哥哥，这很好闻啊。天天吃辣椒，嗓子有点发炎了。今天不吃辣椒，看看还会不会有老铁给我双击。酱香面包蟹，太肥了吧！天哪，也没有面包，为啥叫面包蟹呢？是不是他太肥了，老铁？喜欢吃蟹的老铁，给我双击。今天表演一个绝技，觉得小妮厉害的，给小妮来个双击，痛！天哪，也太瘦了吧，大哥，你最近减肥呢？都不够塞牙缝，连苦胆一起吃了吧。双击，双击。太难了，好久没有吃面包蟹了，今天给咱家老铁表演一个头开面包蟹。这个视频我就不要双击了，老铁看看就好。好天哪，
完蛋了，脑震荡了。这面包饭面包屑还挺肥，头有点晕。好久没有深香泥螺了，今天再来呛一个，全部挤出去，过不过瘾？特别好玩，这个丢掉，加点秘制的酱料，再加点小红油。好了，够了够了，搅拌一下。哇，来上一口，姐，你这样吃太腥了，我给你加点料。嗓子刚好，还要加，全是芥末，老姐。40个大米买的一个巨多，啊，咱家老铁能不能给我40个双击？好烫，苦胆不能吃，肝也不能吃，好烫。别给我点双击，省得烫到你们的手。鲍鱼我只吃一斤一个的，马上过年了，谁还吃小的？是不是老铁？蘸点红油，哇，太大，哇，犀利，太牛了，内脏摘掉，大饼冰。你也比较吃，请给鲍鱼两个双击。今天吃一个新品种古巴龙，第一次吃，还有虾线呢，事先被孩子掰断了。我，哦，天哪，哦，这壳也太硬了，没吃过的给个双击，吃过了给个关注。太硬了这壳，没啥味道。